男子赤裸上身，全身酒气被警方拦下，他一度拒绝盘查，大声求饶。民警拿出酒测器一测，发现酒测值高达0.41。你酒测0.41哦，你涉嫌公共危险罪啊！没关系，哦，受宣者可以先以下权利。19号晚上7点多，新北市土城两名民警在中央路看见这台黑色轿车忽快忽慢，拦下盘查，却在开启的车窗看见男子脸部泛红，非常紧张，还来不及盘问，男子就心虚载着车上3名友人冲向土城交流道。先生，赵先生，陈姓民警骑着警用机车沿路追赶，不料轿车开向高速公路，一度让民警犹豫是否继续跟车。当下民警直觉轿车应该只是为了闪避警方，不会离开土城辖区，民警才一路沿着路肩骑到三鹰交流道。已经有通报通了，要拦截围捕了，所以才尾随在后面。没想到轿车下了交流道后就自撞路旁人行道爆胎，让警方成功围捕。41岁的真姓驾驶公称，过去有酒驾被罚经验，不想荷包失血才逃逸。这下不论男子再怎么求饶，还是依公共危险罪依法侦办。记者柯三吴子怡新北报道。